嘿，陌生人，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？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某一天，天使和魔鬼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，并决定守护她一生。人们都说这个女孩是灾星。当天使决定为了大家杀掉这个女孩时，发现魔鬼把所有人都杀了。某一次课堂上，老师问大家，什么是天使，什么是魔鬼？大家都沉默了。班上一个平时很安静的人站起来说，天使会为了这个世界负了你，而魔鬼会为了你负了整个世界。